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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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， 露露又问了，今天吃一个我最喜欢的紫色的一个，这像是花盆吧？之前吃个果冻，先从这儿开始吃吧。这是巧克力啊，哇，这是千层哎，哦，好好看，里面是巧克力的。看到没？嗯，就好吃。千层就是，那你们有没有做过就一层皮一层皮弄下去的？好吃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，今天吃一个绿色的帽子，绿色的帽子。哇，这是奶油。嗯，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今天这个草莓，这个是青苹果、芒果、草莓，然后这个是啥来着？下一个吃，我们先吃草莓，先吃草莓尖尖。草莓尖尖是最甜的。好吃啊，这酱真好吃啊。太冰太冰了。下个视频我们吃个青苹果还是吃个这个呢？记得给我点爱心哦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，今天吃一个爱马仕的小包包。好冰哦。看一下这个大的有没有草莓酱。
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今天吃一个粉骨碧银，先吃一个骰子。吃之前先吃个果冻。这视频一定要双击，双击了之后你们玩骰子不会输的。果冻也好吃啊。我太喜欢吃这个酱了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刚想说 ，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我今天吃一个粉骨碧银，看到没？打麻将不会输的。吃之前吃个果冻。看一下有没有加薪。啊，这做的好逼真啊，像个麻将桌的一样。焦糖，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今天吃一个纯正的爱马仕的黄色。我来吃个果冻，这颜色是我特意调的，又是有酱。我吃到一粒这个东西，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来了。今天吃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帆船吗？因为评论区有人想叫我吃个两次的，我先吃一个蓝莓小果冻，再吃一个蓝色的甜甜圈。哟。最近都没有夹心，下个视频吃它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Hello， 露露又饿了。今天吃一个蓝紫色的，我的这个小爱心已经快要化了，赶紧把它吃掉。又是柠檬的夹心，有一粒小糖豆一样的。夹心里面好多小糖豆啊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